老师说今天你做得很好哦，哈，怎么样？今天感觉如何？哈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今天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很棒，要笑啊！今天老师帮你做得好不好？哈，哎，很好哈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今天有进步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今天做了四次那个杯子啊，哈。拿杯子做了四次，大家都帮你按赞哦，哦都帮你哦喽哈、哦，说今天做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好，那就这样喽，哈、哦，好，跟老师谢谢，啊，要不要跟老师说谢谢？看老师，看老师跟老师说一谢谢，会不会看老师？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手会不会拿起来跟老师挥挥手，说老师棒，来，手能不能跟老师挥挥？嗯。手来跟老师挥挥手，嗯，要不要跟老师挥挥手？都不会，可能还不行啊。可能他啊，他会看到你。有些还不是很理解啦。啊。可能再见他之后还不是很理解。嗯哼，好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一个月了，哦，老师对不对？差不多一个月了。我是4月10号。还是11号来的，今天啊，一个月，你看有这么好的进步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看到他的进步吧？啊，嗯，老师，你要不要说说看你了？那一个月你看到他的进步是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变好。啊，有啦，就是他的手本来不，不是啊，我不想讲感谢。啊，实在是很棒了哈、哦！我们手今天第一次可以自己，啊、哦，我们看到自己是可以动的哈，啊，脚也是角度都好多了哈，好，就这样。